你要玩哪个？那个，我在电视上看过。你不害怕吗？我想试试。我也不知道，怎么你还想保护我？当然，如果你害怕的话，你就拉紧我就好了。初原师兄，这个好像也没有看起来那么恐怖嘛。你确定吗？还好吗？我还想再玩一次。初原师兄，快点快点，我们去玩大摆锤。好。白师兄喜欢写字，他应该会喜欢这支毛笔吧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3万韩元。